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全媒体》，我是陶冠琪，我是梁可希。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全力为你送上最新、最全面、最丰富的大湾区发展资讯。不知道我们还会同大家行运国家的不同角落，搜集各种政策消息、科创发展和民生故事，有时还会走出城市去到乡郊，同大家看看迷人的风光，又或者是带来乡村振兴的故事。节目内容这么丰富，今天当然不可以错过了。事不宜迟，我们就立刻出发去南北快线吧。前段时间，重庆市各高海拔地区出现降雪天气，青山和白雪相融，好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在城口河余乡青草坪，白雪覆盖在高山草地上，随着气温上升，水气蒸腾，浩瀚的云海好像潮水一样翻腾奔涌。在黄安坝生态科普基地，到处一片银装素果，厚厚的雪花堆积在树枝上，将群山装点得粉妆玉砌。从空中俯瞰，山谷沟壑被皑皑白雪覆盖，云雾一时波涛汹涌，一时彩霞缭绕。在广州，第九届广州塔登高公开赛近日开跑，赛事吸引了过万人报名。经过抽签，过千名选手获得了现场参赛资格。参赛选手要由广州塔二楼跑到去112层，搭过2700多级楼梯。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男子组冠军跑出了15分26秒的成绩，而女子组最好的成绩就是19分13秒。所有参赛者完成比赛之后，都可以得到一枚精美的奖牌和电子完赛证书。日前，水利部公示首批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录，位于广州的白云湖水利风景区是广东唯一入选的单位。近年来，白云湖景区积极推进红色文化和廉洁文化的建设，位于白云湖的云湖学堂展示了白云区历史上首个党支部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以及多名革命先辈的故事。在崇廉园就展示有古代官员的廉洁小故事，并且巧妙地融合在自然景观当中。近日，江门恩平市沙湖镇农户积极开展闲田种马铃薯工作。在沙湖镇一个马铃薯种植基地，农户很努力地播种和覆膜，各项工序亦都非常有条理，现场呈现出一批忙碌的景象。沙湖镇马铃薯年均种植面积4000多亩，年产总量大约1000吨，年产总值可以达到3000万元。目前这个镇已经基本完成马铃薯工作，预计在今年3月下旬就可以有收成了。全国首例社会道路常态化真无人运营近日在上海启动，5辆往返于东海大桥的智能重卡，除了前车、尾车需要配备安全人员之外，中间3部重卡实现了真无人驾驶。为了实现在真实路况之下的智能驾驶，重卡大量采用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的技术，能够感受360度范围内的车辆。这个意味着机动车减员化商用已经成型，将为集卡货运企业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最近在江苏无锡，轨道石城 S1 线首次亮相，就实现了全线贯通。石城 S1 线全长30.4公里，是无锡市首条市域轨道线，加速了无锡江阴半小时通勤圈的建设。列车外观以太湖明珠为设计元素，内装设计创新源自无锡园林中的月亮门。列车最大的载客量是2032人，采用智能集成的车辆信号融合控制系统，在智能化、安全性、舒适性等方面都进行全面升级。上年是广州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目前广州已经划定了828处历史建筑，1206处传统风貌建筑。
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表示，未來將會組織推動名城保護五年行動計劃落地實施。继去年年初江高文化体育公园完成建园之后的首次大规模体质改造之后，近日依托粤汉铁路旧址，江高文化体育公园内的粤汉铁路主题公园对市民开放。根据资料记载，粤汉铁路是京广铁路南段广州到武昌之间的一条铁路旧称。粤汉铁路流溪河大桥为址，是粤汉铁路跨过流溪河的铁路桥。2016年，粤汉铁路流溪河大桥公布为广州市历史建筑。大大的黑色火车，斑驳的铁轨，令这里的居民可以了解过去的历史。现在这样改造挺好的，我们过来之后都看到那边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粤汉铁路的一个历史的宣传，所以我们都过去看了一下，对于一个历史的传承我觉得是比较有帮助的。粤汉铁路主题公园是江高镇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大项目的一部分，一个主题公园是以粤汉铁路的发展史为主要脉络，结合现有的历史遗迹去进行改造的，提升了之后亦都是得到了江高镇居民的点赞。对整个镇这里都有个纪念，留下的英雄事迹，做回的铁路这里都是 作为一个是纪念点啦，系咪多好多人去回忆下呢样嘢咯？粤汉铁路主题公园改造升级只是广州历史建筑保护的其中一个案例。近年，广州积极破解历史建筑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的难题。在上年12月，广州通过《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立法保护传统风貌建筑。目前，广州已划定828处历史建筑，1206处传统风貌建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示，未来将会从制度层面创新探索活化利用的新模式，组织推动名城保护五年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第三届广州国际智慧物业博览会近日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吸引了300多家上下游优质参展商参展，11个专业展区展示了物业行业的最新成果。智慧科技展区有不少创新技术亮相，多个品牌智能机械人亦都现场比武。这一部的蜘蛛侠是幕墙清洁机械人，可以在高层建筑外墙代替人工进行玻璃幕墙清洗，相当于3个工人的清洗速度，而且大大降低了高空作业的危险性。包括窗户的障碍都可以跨过去，我们全部是要靠清水，主要是环保，不加任何的一些化学添加剂，避免了二次污染造成的玻璃幕墙的伤害。第二个，我们节能，我们在清洗这个百米大楼，我们只需要8升水就可以了。智能扫地机械人、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慢慢成为行业的热点，不少科技成果正在推动行业升级发展。这一款的智能机械人专门针对一些大型的写字楼、酒店里面的花岗岩、大理石等等的石材，可以进行维护和清洁。未来可能更加多的大型楼体会通过这种智慧的形式进行清洁，去更加之节约这个人工成本。企业园区的物业管理亦都逐步智能化，这家企业从停车场到办公区域都由智能物管设备进行管理。我们的数据报表都是通过云端生成，那随时随地能复查，随时随地能更新，数据能溯源，而且不可逆，也不可修改删除。针对老旧楼宇小区的改造，有参展商就带来高效的空间改造解决方案，最快72小时就可以完成卫浴空间改造。因为现在国家都是倡导装配式的一个建筑嘛，咁建筑系好多都是外观为主，但系内装嘅话咧都是要做一个环保啊嗰啲嘅。所以我们这个装配式肯定是接受到未来国家的一个趋势。这次广州物博会吸引了来自山东、内蒙古、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政府、物业协会、物业培训单位等专业组织机构组团参加。较早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农强方能国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在广州市从化区的农业基地，农户在这里种植小麦、土豆、油菜花等农作物，原本要闲置4个月的农田再忙碌了起来。
而家咧佢嘅果咧已經有成十隻喺度噶啦。所以產量嘅話咧，我哋啲某田大概都係6000斤左右。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係新時代建設農業強國嘅重要任務，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財力保障都要轉移到鄉村振興上面。在重化这个农业基地，农户在当地政府和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加深了对閒田种植的认识。他们都经过层层筛选，适合 南方种植的一些品种，好像前一排的天气冻高，他都下来指导我的防冻，令我的少走了弯路，加上投入呢，由我的又减少了我的投入，因为一些农业局那些又有一些资金，即係又有專項資金補貼一啲物資同埋種子。建設農業強國要依靠科技同埋改革雙輪驅動。喺從化呢一個基地，兩稻同小麥嘅種收週期各需要120日，一年剩落嚟嘅時間好難完成翻地、播種等工作。為咗提高土地利用率，基地採用咗無人農機搶時間、搶空間。怎麼趕快？你收了以后就马上翻地，马上播啊，这是靠机器。我就用无人驾驶，24小时中间，我就把这个时间抢回来。两季水稻之后还能种一季小麦，对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按照总局要求，把饭碗拿到端在自己手上，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盘活乡村资源，发育新业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经过精心筹划，连田地里面一棵棵的油菜花都能够发挥旅游、粮食、肥料三方面的作用。2022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较早前在珠海举办，在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快建设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国际合作水平等主题进行讨论交流。在2022年的下半年，珠海用2个月的时间推动了港珠澳大桥由香港入境珠海跨境货车的接驳能力。在现在，珠海正加快建设港珠澳物流园，加强同香港、澳门机场合作，同时加速推进港珠澳大桥新沿线的建设，助推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大桥的辐射集聚作用，保障粤港澳跨境贸易通道的畅通。与会嘉宾表示，港珠澳大桥是一条港珠澳的经贸新通道，更加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大平台。随着澳车北上等政策的出台实施，港珠澳三地应该进一步抢占大桥的机遇。希望呢，将这个链条呢就延伸到珠海，到了香港之后，后面利用港珠澳大桥，到了珠海之后，再用珠海机场将它分布到全世界。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吸引了一些大型的这个飞机维修的公司，希望他们可以落户珠海。那这样的话，将来对珠海的产业，在这个高价值的配件的这个配送啊，这个技术方面来说呢，对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辅助香港机场发展他们的航空业，作为他们的一个补充。我们航班没有安排得到的话，也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机场去飞去送。珠海机场它是在内地的航线辐射比较多，它的腹地很多，那么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内地发展的一些不足，我们也可以帮助珠海机场开拓国外的航线。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的建设将会有利于促进港澳深度地融合大湾区，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实现粤港澳三地规则联通、融通同贯通，亦都将会有利于珠江口西岸经济带分担深港物流压力，提升珠江西岸城市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展。香港、澳门都一样，在跟广东省的海关有一个便利通关的措施，就是跨境一锁。珠海海关检验过的海关的通关的货物，到了香港或者是到了澳门不需要再检。同样，澳门跟香港的海关检验过的货物，去到珠海也不需要再检验。
那么这样的话就便利了我们这个湾区的经济的流动的快速。现在呢，香港机场呢也希望呢将他们这个货站迁移到珠海，那将来珠海的货物就可以全国的货物就可以集散到珠海机场。今次论坛仲设置咗圆桌对话环节，嘉宾就充分发挥港珠澳大桥对经济产业嘅带动作用，加强谋划打造大桥经济区，加快建设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等话题进行咗分享。跟住同你去到江苏省宿迁市述阳县，同你介绍一位90后嘅新农人，佢令到稻谷产业链不断延长，形成咗完整嘅循环式稻米产业链。佢将每一粒稻谷物尽其用，效益翻咗十几倍。佢运用先进嘅科技同理念，为传统农业注入咗新活力。大家好，我是李浩，来自江苏宿阳，是一名90后大学生。现在我在我的老家创业，创办了一家粮油企业。在别人的眼里啊，我可能是个另类，放着城市的高薪白领不做，回到了家乡务农。不过我和我的父辈务农的方式可不一样，下面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大米加工的车间，这里加工的稻谷呢有的是我自己种的，也有一部分呢是收购当地农户的，都是一些优质的稻谷品种。你可能以为我是卖大米的吧，告诉大家，销售大米呢并不是我的主业，我主要做的是沙里淘金的事情，加工大米所产生的边角料米糠。没有想到吧，十年前稻谷的价格还没有现在这么贵，许多人都认为稻谷脱壳后的米糠就是等于下脚料，它容易酸败腐蚀，基本上就是用来喂猪或者丢弃掉了。这个呀就是米糠，以前啊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把它用作猪饲料或者丢弃掉了，挺可惜的。现在它的价格呢跟大米差不多，炼成油它的经济效益呢就上来了。七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到了一位油脂专家，告诉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稻米油也是一种与橄榄油齐名的健康营养油。稻米油中富含谷维素、维生素 E、 植物甾醇等营养成分。他告诉我稻米油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经济效益很高。在我国呢，稻米油的生产和消费还处在起步阶段，当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沭阳，这里是水稻种植大县，米糠资源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于是我当即决定返乡创业，想在稻米油这一块闯出一片天地。大米车间产生的稻壳，我们把它替代煤炭进行燃烧，产出蒸汽，蒸汽通过管道进入米糠油榨油车间，三斤稻壳燃烧产出的蒸汽等于一斤煤炭产出的蒸汽，很环保。新鲜米糠去杂后进入膨化机，高温高压萃取出毛油，毛油再经过物理精炼产出食用稻米油。像我们一条稻米油生产线一天大概可以生产优质稻米油50吨。这个呢就是稻米的成品，看看颜色漂亮吧，在我的眼里它就是黄金。起初创业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第一次生产产出的稻米油都不达标，损失了100万元。当时我就意识到，如果想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必须依靠科技。后来我联系了国内几家专业的高校，与他们合作成立了产学研基地，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新技术，攻克了许多技术难点，让稻米油中的谷维素、植物甾醇的含量在2倍以上，让稻米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现在我们生产的稻米油中谷维素和植物甾醇的含量达到了全国最高，稻米油品质远远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目前年产米糠粕超10万吨，米糠毛油3万吨，食用稻米油2万吨，年产值在2亿左右，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也带动了当地1000余人创业就业。从种植到稻米油的加工，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带动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这条产业链中可以变成产业工人、技术能手、种植专业户，也可以是合作社的社长、农场的老板，我们一起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今日嘅同上同星环节，我哋都会同一班小主角一起去认识一下，点样透过一啲小技巧做到节省能源。
现代都市空气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在回家的路上甚至安坐家中，都可能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小朋友每日上学外出游玩都会暴露在空气之中，他们对环境议题有多关注呢？空气污染对他们的影响又有多深远？我叫黄思桓，今年14岁，是读紧 Form 2。我叫刘海晴，今年14岁。今集我哋请嚟低碳生活达人、香港气象学会前会长林超英，等佢带领我哋嘅小主角思桓同埋海晴认识更多关于空气污染嘅知识，同埋点样可以通过日常行动去改善空气质素，减少空气污染。空氣污染一般人就當係即係汽車尾氣噴出嚟嗰啲污糟氣，你聞到。但其實咧，可以成個區域啲工廠啊、車啊、住宅啊，或者食肆咧噴出嚟嗰所有嘅氣體咧，撈埋一堆之後咧，唔自然嘅，咁嗰啲就係叫做空氣污染啦。你哋有冇試過一間行行聞到有陣味嘅？有啊有啊。又或者你突然間除口罩咧，會聞多咗啲味咧？就有陣時喺條街度咧，如果特別多車嘅地方咧，就會有陣好大陣嘅臭味嘅。你哋有冇試過聞到唔舒服咧？有，我自己係一個有鼻敏感嘅人啦。咁上堂突然間喺度打黐，就即係搞到聽唔到書咯。呢啲就好多時係啲即係垃圾嗰類搞出嚟啦，係嘛？你要多唔多成日買嘢㗎？唔多。你咧？如果有需要先至買。你知唔知道平時你如果買啲嘢翻屋企用咧，個世界就會差咗啲㗎？知道少少嘅。知道少少啊？點解？即係因為佢個有陣時係嗰啲塑膠嘅包裝啊，咁樣會導致地球嘅空氣污染都嚴重咗。塑膠去燒嗰陣時啊，有個垃圾嘅氣體啊，但係最緊要就係你買嘢嗰陣時咧，嗰啲嘢做嗰陣時啊，所有嘢做都要用能量噶嘛。即係佢譬如嗰一嚿塑膠啤到好似個盤咁，佢又要加熱又成咧，咪用能量咯。所以咧，你哋每次買新嘢咧，都令到地球放多咗二氧化碳嘅。空氣污染咧有一個最簡單知道佢犀唔犀利嘅，就係睇下究竟哇你望出去嗰啲空氣咧清唔清？譬如嗰邊係咪見到少少霧啊？就係其實咧空氣中嗰啲懸浮粒子咧叫做空氣污染噶啦。嗰邊咧東邊咧都係有啲霧，但如果你睇下後邊呢度就我哋西邊咧，你係咪覺得比較朦朧好多啊？佢呢個朦朧好多，即係話嗰邊嘅空氣污染咧個濃度係高啲嘅。咁點解會有東邊同西邊嘅分別咧？偏西嗰邊嘅污染源係多啲。所以我哋香港嘅西邊咧係濛啲，污染高啲。喂，思桓啊，問下你啊，你屋企咧通常用電嘅情況係點樣噶？都係有少少係用喺電熱水爐。電熱水爐。風扇。風扇。冷氣咧開唔開啊？都如果真係太熱先至開嘅。哎呀，係啊，咁啊喺香港的而且確有陣時熱起上嚟咧，唔開冷氣真係辛苦。但係咧，你見到咧我朋友屋企後邊有兩個嘅太陽能裝置喎，你估下邊一個環保啲咧？會唔會係嗰個板咧？個板嚇，兩塊都係板嚟嘅，不過咧紅色呢塊板咧佢就環保啲。原因咧就係因為紅色呢塊板咧就叫做太陽能發熱裝置。咁另外咧平放喺屋頂上面嗰個就叫做太陽能發電裝置。咁兩個最大分別咧就係太陽能發熱裝置咧就係提供一啲熱力去到俾一啲水嘅，開水後咧就有啲暖水啦，咁啊冬天都唔使驚凍親。但例如聽翻我朋友講咧，太陽能發電裝置咧喺佢轉化一啲能量去到成為電力嘅時候咧，都會流失咗好多唔同嘅能量噶。思桓呢個地方咁大，唔知道你仲揾唔揾到一啲慳能源嘅裝置咧？咁我都見到下面有個水池，上面有個水箱喎。係咪就係靠上面水箱啲水流落去個水池度，咁咪可以俾你個朋友用咯？小桓嗱，我哋住喺香港高樓大廈啦，要電要火要能源，可以話撳個掣隨手可得喎。但係生產能源嘅一啲叫做原材料，其實喺邊度嚟嘅咧？我知係好遠嘅地方嚟噶嘛。你啱喎，喺運輸上面都會製造咗好多嘅碳足印嘅。今日嚟到我朋友呢度啦，你見到身邊好多嘅原材料嘅，咁即係話我哋只要用呢啲身邊嘅原材料，就可以減少咗咧喺啲運輸上邊所帶嚟嘅一啲嘅污染咯。咁不如我哋試一試，可唔可以自己咧都可以過呢啲嘅生活咯？鳥瞰神州精彩再現，位於河南洛陽老君山的漫天雪花飛舞，群山銀裝素果，雲土雪浪波瀾壯闊，武松冰掛美輪美奂。山邊金殿十里畫廊在雪的映襯之下，令人彷彿好像置身在九重宮闕之上。節目的最後，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看看。今天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夠，我們下集再見，拜拜。拜拜。